小咪玩走了，两个星期看不到你，你中途就乖乖的，三个团先试，然后就是 solo 的跳舞的要先试。刚刚收到了他们 solo 的每一个人大概跳舞组的视频的一个，但是刚刚才收到啊，就为时已晚的感觉，因为我现在已经要去了。我本来就说他们稍微再早一点给我，我还蛮期待林默的，那林默跳一首我还挺喜欢的，就 Billie Eilish 的那个一首歌，他的衣服就会要跟他沟通，要看他想穿什么，而且现在我肚子特别大，就我就比较担心衣服，但是我又想好一个白色的毛衣，但是可以比较松的，就是要试一下。刚刚到嘛，然后因为明天特别早就要试妆，所以明天的工作量就会很大，就现在要去衣帽间把三个团的衣服基本上弄出来，然后还有 solo 的东西。老板呀，对啊，剪了剪了，是个圆形。多了的那个就是那种，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在看明天那个 sexy 那一组的衣服，现在基本上三个组。怎么搭，每个人怎么穿，哪一套对哪一个人，要先差不多出来，因为明天九点半开始就是直接刷刷刷所有人就来了，你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现在就要先确定好。基本上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次比之前的每一个团人多很多，所以画面肯定会很乱，你想八个人九个人所有人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每一个人都有统一的元素的话，他就会看起来乱七八糟。所以其实团的要义就是一定要有统一，然后粉丝呢又会想要说啊，我要突出，我要不一样，但是他是会，你看其实他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必须要有统一的元素，在人多的情况下才会看起来是 OK 的，但是整体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会，所以效果应该会很好。白色那一组性感的应该就是珍珠的元素，然后我还想要有一些皮的，这样多来几个人，拿到色了都可以了，大师哥你背一下码数，你待会儿去，其实我给周哥直播应该尽量要少用东西。其实我的这黑一直在甩手 ，love 是吗？然后就全部都背全小脸。我也是一首特别 old school 的歌。潮流黑牛仔裤，能跳舞的。哇，你看上 flower 哎，飞也唱了。所以他想要身上有花。也太具体可以看到花那种要开花。他有什么服装需求来着？街头风潮流黑牛仔裤，能跳舞的高帮帆布鞋，大外套白衫，不要紧的外套，要显上身宽下身窄，袖口收紧。差不多摸山差不多现在是最后决赛，有25个人，然后呢分成了三组团体的表演，是8个人8个人9个人，然后三组分别是我们有一些关键字啊，就是摇滚，然后还是标准的男团，然后一个性感。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三个团的衣服 fitting 完，然后fitting 一部分 solo， 因为 solo 东西给的非常临时，就我刚刚才知道，所
所以最大的调整应该也都是在 solo， 因为大家对自己的 solo 要求也很多，然后而且他们都明确的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 solo 上面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了。这次其实一共的需求是75套，就是上一次大概有快一个月的时间准备44套，然后这次就是比那上次时间还少一个星期，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但是要准备一倍多的衣服，然后反正我就是没有管，就是可以 get 到的衣服，可以买的衣服全部都尽我所能的弄过来，起码也有100多套吧，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留出他们可以换的一些富裕。这组是 C 那组男团感觉的，889是一个非常多的人数，然后如果是每一个人穿的都不一样的话，在舞台上面就会很乱，所以这一次尽量都是他们会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比如说这组统一的就是里面的衬衫领带和黑裤子，然后外套呢是比较华丽向的，因为决赛舞台，就是整体我觉得效果出来会挺好的。反正今天就先试这一组的团，然后完了之后可能就是他们的 solo， 因为这次整个表演是直播，所以直播就几乎换装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然后我们就会尽量少用配饰，因为没有时间带，然后就会需要在衣服上面多加一些配饰，因为我是觉得配饰呢就是可有可无，但是很多你知道粉丝啊或者是艺人都会觉得说在舞台上面一定要很闪亮，所以呢就是在我觉得合适的 look 里面我会加一些配饰。最大的动作就是因为给的关键字是性感，因为其实我们不会按照他们的时间去做准备，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在比如说明天就要决赛之前一个星期他们才会给我很准确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必须要提前准备，然后提前准备的话我就大概因为这个风格没有尝试过，就是那种你知道风吹起来然后衣服会跟着飘动然后有一点透的，然后同时加一些皮质的黑色的元素进去，然后就中和一下那个白色的单调，然后又可以有一点点性感的元素在里面。裤子改大是吧？就这块，然后这个地方也没有很改大，所以让你跳一下。我还是比较下地。下。但我还没学，我还没练，但真是。我可以做这个一件，往回来，往回来，你想法要搞快。太好了，这个到底是谁的？是这个吗 ？We also doing the solo performance of the yarn. 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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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有一点透透可以看到一些破洞啊什么的，会有一点摇滚的。我现在呢，就是脑子已经不太转了，因为在做团的同时要做每一个人的 solo， 就是像做团的话，其实你都已经想好了，然后你要同时又卡断你的思路去做 solo 的部分。你锅里的什么都不准吗？当然，圆的。你能翻起来的我就不下去了。我没有腹肌。稍微有点，那个有。现在他们今天是彩排，然后第一遍走台，然后呢像 group 的人可能就要穿着衣服过一遍，然后让灯光老师舞美老师看一下大概的效果，因为 solo 还有一些要调整的，然后而且利路修和
负责商还没有试，今天就是要再过一遍昨天的所有的修改的，然后以及单人的，我希望可以再更好一点吧。今天因为就是上一次不是在 ending 的时候说有特殊的原因，就是加了一个红毯的环节，然后每一个人就是拿着属于自己的道具，然后所以就是又多了25套。所以呢，今天的工作就是首先把昨天的问题解决，然后我要把24号直播之前的红毯弄出来。然后因为昨天我才知道说他们每一个人要拿什么道具，我觉得应该就是走搞笑路线吧，所以今天就大概来一个帅气时尚但是又有点搞笑的一个红毯的造型，在这上面加火。这就是我自作孽不可活，我就应该穿球鞋。但是昨天那个靴子说实话我已经穿了大概10几次了吧，也没打过。对啊，但是你想，就是问题就是你工作一天一直站着，它就可能那个皮就太厚，然后就脚就烂。他把谎言竟然说得那么动听，就要来一点 something， 而且你是 solo 的 performance 舞台，它不是那种一般的舞台，所以它需要一个improvement。李老师有他的想法。好。到时候把这个裤子腰改大，然后把裤腿给收起来。再一个。这怎么跳？这很好跳呀，你没有什么问题，行了吧？Today, I'm gonna be, to do all the details, so don't worry. We're still gonna look how it's on stage and when you dance, 4 days. This is so cool. 多好看呀，李老师在那里给我闭着眼睛。Start at silver, end of the gold. Yeah, deliver gold. So we are 金角。金角大王，太肿了吧？不是太红，哇，很红啊，红吧？但是我要配一个黑色的，这个是里面的内搭的一个衬衫，也都是冰珠的。The crown off. Thank you. 哇，看不见，要不得。他喜欢那个吗？我觉得那个非常对，他跳不了，他一跳就漏了，因为那个的感觉非常适合那个。他现在我。一秒钟会被截图了，一秒钟也不能松懈哦。那真的就一秒，真的让他看一下，真的要亮的。请你融入人海里。这视频，猫想看的视频。是有一点，只有一点点，而且我跟你讲，我不可能给你穿很轻薄的，它就没有那个，它下不来。注意了，别等会我起了。刚刚就是第一次 solo 的彩排，然后 dance 组，其实所有最大的问题都是在 dance 组，因为大家要跳舞，然后大家要翻跟斗，然后大家在地上摩擦，然后呢鞋也有问题，衣服有问题，然后比如说像铃木，他会纠结说那个。毛衣起来，然后他会看到里面就是对吧身体，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因为它是现代舞一定都是很流动的，然后呢那个毛衣又有重量，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它是可以随着身体起伏的，我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然后反正刚刚就说服他了，然后他们现在就继续彩排，然后就准备我刚才看一下下一个 group。
看我去年的这个，我想给他粘，粘黑色粘的这个。我记性看起来非常好。是因为昨天把大部分的事情搞完了。酷。保持我都直奔心不甘。那一个代表说裤子紧，力丸都不大。Yesterday, I we don't have the mic one, so that's why it's not heavy. But today, like little get bit down. 没有缝的特别。哎，我觉得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穿得下去。最长的那条就可以了。How you like that?找一下吧。It's like a weird hangout. Oh wait, that's just Caesar. Oh no, he's lying. So you're gonna dye your hair black? No. Maybe I can just turn it off. 还有谁？汤老师们，我们来，我们上机，开始搞了。等一下，因为那个鞋底很滑，全部人的鞋底都要贴，不然没有办法跳舞。快点贴。徐哥爷的那个衬衫要换，阿布的那个衬衫要换，两个都太短了。啊，衣服不要丢到火里去了哈，朋友。立完的那个 group 的那个裤子还要再紧一点。快点，